郡主和夫人太客气了，快请上座。嘉诚，你也是郡主，一会儿可得带着宣乐郡主好好在咱们王府转转。宣乐郡主，不如我现在就带你出去转转吧。那就有劳郡主了。苏婉和嘉诚出去了，园子里的贵女们便朝着两人看来。宣乐郡主，您今年多大了？下个月初就十八了。那你比我大几个月？我是八月的，以后我便唤你姐姐了。 我发现今日宣乐郡主这一身可真好看呢、啊，这上面的蝴蝶绣的特别好，针脚细密，说明绣娘的技艺高超。我就是随便在城里找的绣娘绣的，确实还不错。你们感兴趣的话，我可以告诉你们是哪家绣娘绣的。好啊，郡主快说吧。姐姐，不如我带你去别处再看看。大家也都是聪明人，知道嘉诚的意思，都识趣的没有跟上。 还没到地方，拐角处，顾月带着丫鬟走了出来。见过嘉诚郡主，见过宣乐郡主，怀民县主好。婉婉<玩>，大哥三哥，两个郡主发现七皇子也在。见过七皇子殿下，问七皇兄安。客气什么，在我这里不需要多礼。是你啊？你还记得我吗？是你啊！原来你就是嘉诚郡主。没错，就是我。没想到你是宣乐郡主的三哥呀。 真是巧了哟！你俩发生了什么我们都不知道的故事？说说看呗。哦，没有什么故事啊。七皇子说笑了。原来是几天前，苏晨上任城防营参将，夜间骑马巡街，嘉诚偷偷溜出王府去玩，被人偷了玉佩，还好及时的发现，结果苏晨正好碰上，三两下就抓到了小毛贼。啊、那个还是要谢谢你。 帮我把玉佩找回来，那是我兄长送我的，对我来说很重要、啊。郡主客气啊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就算我不是城防营的参将，我遇到了这种事儿也会出手的。咱们走吧，我带你去看我养的猫，怎么样？好啊。作诗我不行，但是我有个朋友，他作的诗一定能比下去你们所有人的诗。咱们先听听我七皇兄要念个什么诗来艳压全场。 苏婉都行，那就听完了再走吧。这首诗名叫《将进酒》，听我念给你们听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苏婉懵了，晋国是架空朝代。 怎么会有这首诗？姐姐，你怎么了？傻笑什么？<laughs> 没事，<laughs> 就是想起点好笑的事情。啊，听不懂，我是个俗人。姐姐，咱们还是去看猫吧。苏婉此时也不好找他确认，一会儿找个机会再探探他。反正他喜欢和三哥在一块儿。嘉诚带着他去了自己的院子里。走吧，我带你去看小猫。哇，都好肥美啊，好可爱！你喜欢吗？ 我们家瑞雪已经怀了小猫了，到时候送你两只。<laughs> 那我可就不和你客气了。我脸皮比较厚，而且我也很喜欢小猫，只是一直找不到机会养。没事儿，反正太多了也不好养活。我和京都那些贵女也不怎么能合得来，他们管我要，我可舍不得给他们。 但是你不一样，我觉得和你在一起玩特别好。前院来人通知，说是开席了，两人才简单的收拾干净，去了前院。他现在想试探一下慕容怀。七皇子殿下，刚刚你念的那首诗，当真是极好，能看得出来做此诗的人文采有多斐然，心胸有多豁达，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来其人有多么爽朗大方。有品，他的确是如此，是一位如同谪仙一般的人而且。 他极爱醉酒后作诗。谢皇子殿下，我有个朋友也做了一首诗，能与你这朋友做的诗相提并论，不分伯仲。不知道有没有兴趣听一听啊？本皇子这位朋友的诗已经是十分精彩绝艳了，快让本皇子听听是什么样的诗能和《将进酒》相提并论。这个朝代还有比李白更厉害的诗人？我这位朋友做的诗是这样的，听好了。 风急天高猿啸哀，渚清沙白鸟飞回。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。万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独登台。艰难苦恨繁霜鬓，潦倒新停浊酒杯。来了这个朝几年了，终于找到组织了。 好诗啊，当真是好诗！好事我不会作诗，我只是诗的搬运工。大家要夸就夸我那位朋友吧，又不是他的东西，拿出来出什么风头？七皇子殿下，没骗你吧？这首诗的确与《将进酒》不分伯仲，是不是？是，的确不分伯仲，妙哉妙哉！慕容怀如今也得当差。 在刑部饭后也准备离开了，只是走之前他还得想办法和苏婉通个气。他让自己贴身伺候的小太监给他递纸条来着。收到字条也在他意料之中。慕容怀约他明日在飞花楼见面。吃完晚饭，婉姐姐有空多来找我玩，或者我发了帖子给你，我带你去有意思的地方玩。好，你找人通知我，我有空就来。下个月我大哥大婚。 你一定记得来哦。苏婉第二天起了个早，因为和慕容怀约好是午后见面。苏婉来到飞花楼，家人呐、啊，快坐下，咱俩好好唠唠。快跟我说说，你来这里多久了？满打满算五年了。那我比你稍微晚一点儿，我才来四年不到。我之前还在纠结，京都那个羊奶皂风靡一时，现在都成了朝廷的产业了。我特意研究了一下，想着这个时代怎么会有羊奶皂呢？ 可是转念一想，按照咱们的历史看，千年前老祖宗便研究出了灶来。这个朝代是架空的，有这么些能人也是无可厚非。一个羊奶灶代表不了什么。当时我还觉得你是个奇女子，没想到竟然和我一样也是穿越者。哎，你是不知道，我和你对上暗号以后，我昨个一宿没睡着。我一开始听见《将进酒》的时候也是很震惊，还以为只是撞了名字。 结果听到内容的时候，我才确定你也是穿越者。为了和你对上暗号，还不被人怀疑，我只能把杜甫大大的诗给搬出来了。不过我和你不一样，我是穿书来的。我所在的世界其实是一本书，你就只是单纯穿越吗？这个世界原来是一本书啊！可我是因为出海冲浪的时候不小心发生意外，死在了海里，一睁开眼睛就变成了这个朝代纨绔皇子慕容怀，所以说。 我也是穿进了这个书里的世界，只不过我没有上帝视角呗。咱们这个世界是一本女频文，主角是如今的怀民县主和你的五皇兄慕容生。我穿成恶毒女配，下场惨烈，所以刚过来的时候就做了不少斗争，以至于现在的剧情全都乱套了，根本猜不到之后的走向，只知道一些人物的结局。不过现在看来。 这些人物的结局我也猜不准了。慕容生就他那个心机 boy，还能做主角？他凭什么呀？或许是因为作者笔下的主角在读者看来就是很优秀的，但是当我们亲身穿越到了这个世界，你所看见的才是最真实的。每个人都有私心，也没有绝对完美的人。又或许是因为我们的到来，所以改变了些什么？不过大家的目标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在这个世界漂漂亮亮的活下去。 你跟我说说这书里的大致剧情呗，还有这些年你在这个世界是怎么过来的，都做了什么？还有啊，我在书里是什么下场，你都知道吗？你在书里充其量就是个路人甲而已，出场次数不多。原著里你是个咸鱼皇子，不争不抢的，只想当一个合格的纨绔，最后的下场还行吧？那还说个锤子！他这么狠辣无情，要是让他当了皇帝，那可没有我好日子过。 我在军营就老针对他来着，还抢他风头。你先别急，听我告诉你原书中的走向，你再慢慢分析。我算是知道了，我在书里可有可无，之所以能有个好结局，也是因为我足够草包，构不成威胁。而你被写成恶毒女配，只能各种自救加救赎。听你说的这些，我发现你也挺不容易的，愣是把一些歪掉的牙都给徒手矫正了。还行吧，主要是有上帝视角。 要不然现在指不定什么样呢？也是，不过我觉得，既然咱们这些纸片人都有了灵魂，那在各自的眼里，自己才是主角。现在这剧情如你所说也毁了，我呢也改变了剧情。实话告诉你吧，一开始我接受这个穿越事实的时候，我就想着不能这么碌碌无为，我总得为自己谋划些什么，所以我才想着要去参军，和慕容生打擂台。如今的风头也盖过了他。 只是没成想，我把他的 NPC 搞到我这边来了。他听说的 NPC 就是江玉和苏晨，武功那叫一个厉害。出于一个男人正常的崇拜心理，他就想和这两个人交朋友。没想到这真心付出交来的朋友，居然是书中的主要角色。你说江玉和苏晨是吧？我可警告你啊！ 虽然咱俩来自同一个地方，可是在这个世界，他们都是我非常重要的人。你不许利用伤害他们。嗨，感情才二十一世纪，接受过十二年义务教育，外加四年名牌大学教育的三好公民，在你的眼里这么卑鄙是吗？没有没有，我懂你的意思。不过你现在和慕容生算是对立面，你可得小心点。如今你是他的对手之一，能造成威胁的那种。 指不定什么时候就把你给阴了。他想争皇位，苏婉还能阻止不成？人家现在的身份名正言顺，好吧？你放心吧，今天会面以后，咱俩也算是亲人了，在这个义世互相帮助吧。喝了这杯茶以后，咱俩就是好朋友了。你有事知会我一声，我这皇子的身份还是能做许多事情的。你的意思呢？我也清楚，我不会逼迫谁必须站在我这边。 我会靠着我自己的能力得到大家的肯定。我这个人也不算聪明，不过你要是看得起我，有什么事情只要不违背我的底线，我愿意帮吗？慕容怀也是把苏婉当成自己人了，直接对他说了自己的野心，他就是想当皇帝。你和我说这些大逆不道的话，就不怕我背刺你啊？当今圣上可还健在呢，你就想当皇上了？还是那句话，我是一条有追求的咸鱼，你放心。 我反正比慕容生强就行了，而且我相信咱都是二十一世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格局摆在那儿，咱俩的目标不同。我想要登高位，你想要安宁。来日若是我成功了，你的这些梦想都不是什么难事。以后我要是死了，我可能管不着，但只要我还活着，你们苏家就能一直安宁下去。我能保证老铁，你在这个异世潇洒的过一生。苏婉告诉慕容怀自己的死法。 他听说以后，原来你就是那个倒霉蛋呢！你的事情都被报道了，短视频点赞过百万，浏览量过千万。当时看见这个视频，我也点了个赞来着。苏婉的死法比较新奇，在金店里站的好好的，结果还能被车子撞死，这得多倒霉啊！ 那我是不是该高兴一下？人生的高光时刻，居然是被冲死？你真有意思，说不定我也被报道了呢，标题就是“男大学生海上独自冲浪，葬身海底”什么的。你倒是无牵无挂，我在现代还有家人呢，只怕是我爸妈他们眼睛都哭瞎了。还好他们有两个儿子，我哥也有出息，总不至于我没了，以后没人给他们养老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你在这边也有母妃啊。 陈贵妃看起来挺好的。我母妃是个笨蛋美人，全靠父皇罩着。要不是父皇，早都不知道被人陷害多少次了。你可真是亲儿子，这么吐槽你母妃。我母妃很好的，对我很温柔，总是有求必应。不然我之前也不会是那么个名声。眼看着也出来这么久了，差不多了，他就走了。慕容怀没让人送他，相反，他会晚上半个时辰再离开，以免引起误会。接下来的半个月。 他每天陪着苏母忙大哥婚礼布置的事情，苏母这边也已经给孙灵儿写好了婚书，婚期定在五月初，大婚的前一天。黄昏的时候，江玉回来了，和他同行的还有江云鹤。师傅，臭小子，你轻点儿，我老了，哪扛得住你这么造的？这不是太久没看见你了吗？徒儿激动。苏老爷、苏夫人要在府上叨扰多日了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不成敬意。 江先生实在是太客气了，您是苏晨的恩师，把这里当成自己家一样就好。以前呢、啊，咱们也是一个村子里住了十来年的同乡，情分也摆在那里。您从前对我们家帮了许多，我们铭记于心呐、啊。是孩子自己有出息，加上他自己肯努力，才会有今天的造化。我这辈子能教出这么个徒弟。 也够本了。苏云的城楼定在五月中旬开业，城楼还不做客栈。要是吃饭住宿一体，到时候一开张，京都不知道有多少酒楼要面临倒闭了。江世子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。若是有招待不周的地方，还请见谅。不会，苏家对我恩重如山，苏伯母更是把我当成亲生儿子一样看待，我怎么会嫌弃呢？阿玉啊，就把这里当成自己家里一样就好了。什么时候想来了就来，伯母随时欢迎你。 是啊，阿月，咱们都是一家人。以前在香州的时候，咱们就把你当成自家人了。这苏府，你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，就算是住在这里也没问题。那我可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江玉这一次光明正大的走在苏府，你还没走啊？我还以为你回去了。我想来看看你再走，或者干脆不走了，今晚就住下了，明日跟着大哥去接亲去。你也去？嗯，我也去。很意外吗？不意外啊。 挺好的，我们苏家已经许久没有办过喜宴了。这次大哥和沈姐姐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我替他们高兴。从明天开始，我就有嫂嫂了。我大嫂和二嫂都是了不起的人，一个是京城才女，名门闺秀；一个是神医后人。 智慧无双，还有三嫂、四嫂、五嫂，以后他们一定都是很优秀的人。我这次去中州，把外祖父一早给你准备好的聘礼带到京都来了。不过到时候这份聘礼得私下里给你，只有国公府那面能明面上给你。我希望你别介意，我怕到时候牌面太大，会引起不必要的猜忌和麻烦。你爹知道咱们的事情吗？我会找个时间和他说的。我的婚事由我自己做主。婉婉，你放心吧，咱们成婚以后不需要住在国公府。 咱们搬出去住，或者我陪你常住苏府也行。你爹江国公能同意你这么做吗？怕是要打断你的腿。他不会，我和他之间本就亲情淡薄，从小到大他也没怎么管过我。再说了，他又不止我一个儿子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，让我抱抱好吗？一个月不见，怪想这个小丫头的。江玉今晚真的在苏府住下了，和苏晨住在一个院子。五月初这一天，李乐队一路上敲锣打鼓。 还时不时的放挂鞭炮。沈清离看着自己哭泣的母亲，母亲，您放心，女儿会经常回来看您的。胡闹，既然去了婆家，就应该事事以婆家为主，好好孝顺公婆，扶持夫婿，友善姊妹，打理内宅，不要总想着往家里跑。你那公公婆婆都是朴实善良的人。 你家的苏家要好好孝敬他们。宣乐郡主与你是闺中密友，以后又是姑嫂，我相信你能同她把关系处好。苏家几位小叔子都是有出息的能人，日后妯娌间的关系，你作为大嫂要带个好头，明白吗？青离呀，你是我们家的妖女，一时集万千宠爱于一身，但如今你将嫁做人妇。 在家里养出来的小性子、小习惯，得看着改了。人家把钟馗托付你一手，你便要担起一个家了，可不能再使小性子，知道吗？爹娘，咱们青离嫁到苏府是去享福的，又不是去为奴为婢的。孝顺公婆，扶持夫婿，友爱兄弟姊妹，这些我都赞成。但若是受了委屈，我们沈家也不是吃素的。呸呸呸！瞧你说的，你妹夫就这么不值得你信任？ 阿景这孩子我知道，是最会疼人的。苏家父母也都那么和善，咱们青离嫁过去怎么会受委屈呢？苏锦也算是我点拨过的学生，他的人品我知道。宣乐郡主为了晋国捐掉家业，这还不能证明苏家的教养有多好吗？总之，青离嫁到苏家，我们都很放心。主君、夫人、姑爷已经快到了。 咱们可以准备一下了，吉时已经到了。沈家大哥上前来，日后对我妹妹好一点。若是让我知道你欺负她了，我定饶不了你。大哥放心吧，青离是我的命，我自会万般珍惜。爹爹，母亲，女儿今日出嫁，给您二位磕头了。沈母又交代了几句话，这才扶着他和姑爷起来，目送他们出门。苏父苏母也一直注意着外面的动静，等着迎亲队伍的到来。 嘉诚郡主刚好在迎亲队伍来之前一刻到达苏府。文文姐姐，我今天好看吗？好看的，很漂亮。你也很漂亮，但今天新娘子最漂亮。刚说完，外面就响起了敲锣打鼓的声音，是迎亲队伍回来了。两位新人并排走上了红毯。嘉诚看见苏晨，便悄悄地红了脸。苏锦和沈清离已经到了正厅。一拜高堂明镜，养我身；一鞠躬。 二拜爹娘，含辛茹苦教我心；二鞠躬，再拜禾木黄土变成金；三鞠躬，最后是夫妻对拜，两人面向彼此站立；一鞠躬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；再鞠躬，夫妻恩爱，早生贵子；三鞠躬，白头偕老，永结同心。 李成，走吧，我们去后厨看看。我给我大嫂弄点吃的过去。端着食物路过花园的时候，花园里好多贵女们在聊天。只不过他眼尖，一眼就看到了顾月。不对呀、啊，苏府没请他参加婚宴呢。苏婉这边给沈清离送了汤和吃食。婉婉，还是你贴心，我这个到现在还空着肚子呢。嫂嫂，这可不是我贴心，是大哥特意交代的哦。 嫂嫂，大哥那边怕是要入夜才能忙完了，要不你把关摘了，脖子也能舒服点，可以吗？可以，怎么不可以？摘了吧。苏府的后厨忙得热火朝天，香味儿不断的从后厨传出。苏侍郎府的饭菜好香啊！是啊，我也闻见了，感觉很好吃的样子。什么时候开席呀、啊？好像是申时吧，快了。感谢诸位今日赏脸参加犬子苏景的婚礼。 招待不周，还请见谅。今日的席面统一由京都城楼包办，希望诸位吃好喝好。苏景带着弟弟们一起去给各桌敬酒，来到顾月的桌前。怀民县主亲自赏脸，蓬荜生辉。大哥，新婚快乐，祝你和大嫂嫂百年好合。嗯、苏景把酒一饮而尽，只是笑笑不说话。 苏婉一直有意无意的注意着他来着，看见他跟着四哥去了，他不放心，也悄悄的跟在后面一起。苏云今天有些累了，想回自己的院子里休息会。四哥，怀民县主是吧？草民这厢有礼了。四哥，何须如此多礼？你把我当成普通人看就好了。怀民县主太看得起我了，我一介布衣，怎么能和县主没大没小呢？四哥，不管你承不承认。 在我心里，一直把你当成自己的哥哥看待。以前是我年少不懂事，做出了伤害你的事情，我欠你一句道歉，对不起四哥，请你原谅我。县主，我只有一个妹妹，她叫苏婉，是圣上亲封的宣乐郡主。至于以前的事情，我都不记得了。四哥，我们小时候关系是最亲近的，你以前还答应我，在你心里，我才是你唯一的妹妹。 你忘了吗？县主，如你所说，以前都是不懂事儿，年少不知珍珠好，错把石头当成宝。以前的事情我真的不记得了。县主今日来苏府喝我大哥的喜酒，那就是贵客，要是招待不周，您多担待。但这里是苏府后院，人丁稀少，我与县主身份有别，就先失陪了。顾月转身，看到幸灾乐祸的苏婉，怎么？ 你早就想好看我笑话了。这话说的，我就在我自己家里，想去哪儿去哪儿，还用和你打招呼？你有什么好得意的？这些都是我主动放弃的。如果当初我执意留在苏家，如今还有你什么事儿？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这个可以理解。当初苏家穷困潦倒，不见你有任何不舍，跑得比兔子还快。你自己也说了，这是你自己的选择。既然选了，那就没有你后悔的份儿。 再说了，我今天得到的这一切，全都是我自己努力的结果，从不曾借过谁的光。我得到的一切都是我应得的，还没到最后一步呢，谁比谁辉煌可说不准。你不是想嫁给江世子吗？那你可要失望了。江国公心中已经有中意的世子夫人人选，但那个人可不是你，也不可能是你。如今苏府已经与大学士府联姻，大学士在朝中的声望，你不是不知道。 很多时候，他能起到领头的作用。如今大哥和三哥一文一武，在朝中如日中天，相国公府又手握兵权，再和你苏府联姻，别说他不答应了，怕是圣上也不会答应。一个家族太过兴旺可不行啊！正所谓水满则溢，月满则亏。你这么聪明，不会不清楚。你操心别人，不如先操心自己。据我所知，五皇子如今的势力薄弱。 你想做他的皇子妃，明面上看身份是够的，但是你凭着县主这个名头，怕是起不了什么作用。顾家是商人，手伸不到朝堂。你们想做大事，就必须有足够大的势力，光有钱可不够。五皇子要想快速巩固势力，最快的办法就是找一个有背景、有权势，能在朝里说得上话的大臣之女联姻。你觉得呢？我记得五皇子殿下现在是在户部做事吧？ 据说户部尚书有个嫡女未嫁，家里就这么一个女儿呢。你说说这分量得多大？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，你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？苏文把人扎了就走，自己倒是没一点事儿。慕容怀和苏晨喝得酩酊大醉，江玉也喝高了。<laughs> 老田，盖田见。你喝点马尿是心高气傲，暴露了咋整？新皇子殿下真幽默。 烙铁是什么东西啊？二哥也是醉完了。孙灵儿搀扶着他回了房间，帮他换衣裳、擦身子。结果苏木化身小狼狗，一把把孙灵儿扑倒在榻上，低头吻上了他的唇。他还嘀咕了一句：“灵儿，我们马上也要成亲了，你可欢喜？”自然欢喜。苏景本想完全保持清醒。 却还是醉了七分，跌跌撞撞来到自己的新房。累不累啊？沈清林摇了摇头，刚说自己不累，便被他拖着被压倒。那我们做点该做的。苏婉一个人回小院发现秋千上好像坐了一个人，是江玉。我还以为你回去了。一会儿我便回去了。明日我便把下聘的事情同我父亲说说。你等着我，我很快就会来娶你了。他说的这些话，多少有些醉意在里面。 说出来的话，语气里就像是在撒娇一样。苏婉想到顾月那些话，他点了点头，道了声好。走的时候，江玉在他唇上轻轻的一吻。他回到国公府的时候，嗯、江国公刚好从军营回来，一回来就看见自己这个失踪了一个多月的儿子。江玉看到他，难得主动的叫了他一声父亲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江国公府是个客栈呢，外面才是你的家吧。江玉没和他争辩。 跟在他后面进了府，侧夫人姓宁，名叫宁威。江玉无视了宁威，径直进去找了个位置坐下。如今妾室都已经这么不懂规矩了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京都的规矩，主君和嫡系子孙用膳，妾室与庶子不得上桌，妾室更需从旁伺候。按照规矩来说，你现在也不能坐在这里。我和我母亲这些年来一直和父亲同桌用饭，连父亲都没有说过这些规矩。 你又凭什么智慧？我说的是事实啊！你是庶子，宁姨娘是妾室，本就不能和主人同桌而食。你，夫君，妾身这些年打理国公府，也算是兢兢业业，对内打理内宅，管理奴仆；对外宴会应酬，也算是妥帖周到。没有功劳，也算是有苦劳。世子一回来便如此出言不逊，未免太过挖苦人了。 真是扮可怜一把好手，这演技说来就来。阿玉说的本来也没错，你这些年打理国公府，的确是操劳了。但你在外应酬行走，牌面也不小，面子上也是过得去的。往日阿玉不在，我每日去军营练兵，早出晚归，回来便也不与你计较这些。但如今阿玉提了，你便按规矩来吧。饭菜可以让人准备好了，送到我院子里去。 以后你一日三餐都在自己院子里解决即可。还有江燕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还日日与你母亲同桌而食，不像话。以后你的一日三餐也做好了，送去自己院子里吃吧。摆正自己的身份，之前我不说，是我懒得说。阿玉是国公府世子，这个府上除了我就是他。他说了，你就照做就行了。还有。 夫君是正式嫡妻才能叫的，你应该称呼我为国公爷。我说了几次了？江国公说实话也很讨厌他，当年仗着他母亲死乞白赖的嫁给自己，还靠手段生下了江燕。他心里本就是咽不下这口气。如果不是因为这个，心柔也不会身子骨孱弱成那般，后面竟是活生生的病死了。因为这事儿，他内心是亏欠心柔，亏欠江玉的。没什么事儿就退下吧。 我和世子单独说说话。国公爷，妾是退下了。没关系，江玉在这个家待不了多久就会走的。等他走了，这里还不是自己说了算。他且忍忍，待他走后，我有喜欢的姑娘了。谁呀、啊？说来听听。吏部侍郎府苏侍郎的妹妹，当今宣乐郡主苏婉、啊。不太合适。我手握兵权，苏家如今又如日中天，势力太广。你们俩要是联姻， 怕是会引起圣上的猜忌啊！我知道这些，我都考虑过，所以当初我没要封赏，就是在这儿等着。我要亲自请旨赐婚，圣上直接答应我的，有什么想要的他会满足我。好家伙，原来他早就在筹谋上了！胡闹！圣上的确是答应你了，没错。有的隔阂和猜忌，就是在无形之中建立出来的。我江国公府上下，连同旁支有几百口的人，我怎能任由你胡闹呢？ 苏侍郎的才干，大家有目共睹，日后绝不会止步于侍郎之位。苏晨的本事我也清楚，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，他也不会只止步于城防营参将一职。日后苏家的辉煌还大着呢。你此时和他们结亲，我手上这十万兵权摆在那里，你让圣上如何猜想？且不论江国公府，就是苏家。 你也得考虑吧。苏家刚刚崛起，难不成因为这场联姻，放弃日后的辉煌？我自己的婚事我自己做主，大不了我不当这国公府世子，反正我还有风月山庄。但你不能阻止我娶谁。不孝子弟，口出狂言，你自己听听你说的那是什么话？你是江国公府的唯一嫡系子弟。 日后这个位置只能你来做。如今你为了自己的儿女情长，甘愿置全族人性命于不顾，你简直不可理喻。我纵容你是看在你母亲的面子上，而不是让你如此无理取闹。你配提我母亲吗？如今你倒是这么说我。我当年还不是不顾全族人的反对，执意要娶我母亲？娶了之后又不顾对我母亲的承诺，娶了那个女人进门，还有了孩子，你对得起她吗？ 那是个意外，我完全是被逼的。被逼的，如果不是你纵容祖母胡闹，一哭二闹三上吊，一味的愚孝，也不会有后面这些事情。当初江老夫人就是一哭二闹三上吊，然后闹绝食，才逼得江国公就范。本来想着进了府当个摆设就行，结果老夫人用了最恶心人的办法。 把宁威送到了他的床上，还有了孩子。江玉一直怀疑母亲的死和宁威还有老夫人脱不了干系，但是老夫人已经去世，很多东西也无从查证了。你不同意，你不同意，我去当上门女婿，我也要和他在一起。第二天一早，苏府正厅。 昨日是苏锦和沈清离大婚，今日便是苏婉的生辰。从今天起，苏婉正式满了十八岁了。孙灵儿亲手做了一对安神的药枕，里面放了许多鲜花，没有浓烈的中药味儿，反倒是让人很舒服的清香味。二哥则是给他做了一罐敷脸的药膏，这是我前段时间研制出来的，每晚睡前均匀敷在脸上，但要避开眼口鼻，敷上一刻钟洗净，可以让肌肤变得更加紧实嫩滑。 如果脸上长了痤疮，用了也有很好的效果。没有的话，平日里就当做养颜的药膏用，对皮肤也只有好处，没有坏处。谢谢二哥，这个药膏的药方你还有吗？我想要，用完了以后还能继续做。早给你准备好了，拿去吧。这丫头还以为她不知道呢。玉颜膏是孙灵儿调制的，现在红遍了大江南北。之前孙灵儿听说了，便去买了一盒。 拿回来一看是他的方子，自然也不难猜到。而且冰激堂和玉颜堂这名字，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呢？苏父苏母打算亲自下厨，张罗一顿午饭，再做一碗手擀面当长寿面。如今什么都不缺，心意比金银珠宝来得更加的重要。郡主，嘉诚郡主到了，他给您准备了生辰礼物，让您去前院看看呢。来到院子，苏婉又震惊了，因为嘉诚牵了一匹小马在院子里。婉你来了。 快看，我给你准备的生辰礼物，它叫宝珠，送你了，喜欢吗？真的送给我了？这样的小马我有三匹，分别是宝石、宝珠、宝华。灵儿姐姐，你喜欢吗？我改天把宝石送给你，我们三个一人一匹，改天出门踏青游玩刚好能骑。它们很温驯，特别好驾驭。不用了，郡主，你把宝石留着给宝华做个伴儿吧。客气什么，灵儿姐姐，都是好姐妹，好姐妹就要一起分享。 婉婉有的，你也得有。哥哥们站在廊下，嘉诚一眼便瞥到苏晨，还没有问苏老夫人安好呢。嘉诚这厢有礼了。还有大夫人，您也好。郡主太客气了，快快请进，上座喝茶吧。苏老夫人，您不必太过紧张我，我就把我当成寻常姑娘看就行了。我今日是来陪婉婉过生辰的。嘉诚郡主真是平易近人。今日日头大，咱们快进去吧。嘉诚郡主。 该讲的礼数也得讲，不是？不必多礼，不必多礼。那个婉婉，苏将军最近不用去城防营当值吗？他请了三日假，明日就该当值了。你三哥多大了？听说他在战场上特别厉害，让敌人听见他的名号闻风丧胆，他肯定武功很高强吧？是不是飞檐走壁都不在话下？他今年二十有三了。 我三哥的武功的确很高强，骑射搏斗不在话下，飞檐走壁也是可以的。哇，听起来好厉害的样子！下个月便是一年一度的皇家狩猎节了，到时候皇上会带着各位皇子，还有武将世家的嫡子嫡女，一起前往君山围猎。到时候苏将军应该也能去。婉婉，你也是武将家属，你也可以一起去。我每年最期待的就是这个狩猎节了。 到时候应该能亲眼目睹苏将军的风采。他是城防营参将，就算是去了，也是去保护圣上和围场的吧？不重要，只要人去了就行。到时候他也可以跟着圣上围猎的。江国公府，第二天上午起来，头有点疼。世子，国公爷那边说了，让您用过早饭以后去书房找他。知道了。 下去吧。他今天还记着晚晚的生辰，下午还得去一趟苏府。他换了门外守门的侍卫阿南一声：“少主，有何吩咐？”把我从中州带回来的那个木盒子准备好，午后去苏府，仔细一些，别弄坏了。是，少主。江玉到了书房，来了，我也不和你说那些虚的了，就昨晚的事儿，咱们父子俩心平气和的聊聊，不带急眼的行不行？五年前我被人追杀，还中了剧毒，身中数刀。 如果不是他和苏家人，我现在已经是一捧黄土、孤魂野鬼一个了。他们替我解毒，为我疗伤，还收留了我。长此以往，我便倾心于他，我们两情相悦，我非他不可。这些年他一直在等着我，现在我回来了，自然要兑现我的承诺。是谁追杀你都过去了，这不是重点，我已经解决了。言归正传，你分清自己的感情了吗？ 到底是碍于救命之恩无以为报，还是真的两情相悦？和救命之恩无关。还是那句话，我非他不可。你要是不答应，那这世子我便不做了。哎，这事儿没你想的那么简单，还需要从长计议。你至少也得让我见过那传说中的宣乐郡主以后，再让我做决定吧。午后，江玉来了苏府，还是三哥来叫自己，他才知道江玉来了。三哥还叫人抱了一个大盒子过来。 打开以后，发现里面放着一架古筝，这应该就是他说的那架凤求凰吧？江玉送你的，你要不要去前厅见见他呀？三哥，你先走吧，我马上过来。没事儿，我等你一起。你好了以后，我们一起过去。苏将军，你平时都喜欢做什么？我我平时没有什么特别喜欢做的事情，如果非要说一件的话，那我喜欢待在练武场练武，算不算呢？ 苏将军，你脸红红的样子真有意思，这然算是喜欢的事情了。我平时喜欢打马球、投壶、射箭、骑马。哎，你会不会打马球？以后有机会的话，我可以邀请你和我一起组队吗？骑马射箭我倒是精通，只是这打马球我还未曾见过呢。苏将军，你是不是和姑娘说话脸都会红成这个样子啊？郡郡主取笑了，我我不怎么和姑娘说话的。 佳佳，你不要再逗我三哥了。他性子啊比较慢吞吞的，也没怎么和女孩子相处过。身边除了我们这些亲人，基本上都是男人了。他可经不起你这么逗。我没有逗苏将军，只是苏将军太容易害羞了而已。婉婉，你不是要去前厅吗？走吧。苏家的四个兄弟整整齐齐的坐在那里，目光一致看向江玉，原因无他，只因为刚刚江玉宣布了一个事情，看见大家都在。 于是他便直接在大厅中跪了下来，面向苏父苏母以及各个哥哥，十分的虔诚。他说：“选个日子，他会亲自请示圣上，请圣上赐婚，他便来苏家下聘，求娶苏婉，希望苏父苏母能够答应。”他此话一出，苏父苏母自然是万分高兴的。如果对方是江玉的话，他们很乐意。苏婉走进来的时候，第一时间看见了江玉。江玉今天没有戴面具，嘉诚看见江玉。 一时间没有认出来，这是江国公府的世子。婉婉，刚刚阿玉和我们说，择日便向圣上请旨赐婚，然后来咱们家下聘求娶。你是怎么想的？爹娘，我都听你们的。世子，还请跟我来一趟，我有话跟你说。还有你们也一起过来。苏景扫了一眼其他的几个兄弟，示意他们也跟着来。伯父伯母，先失陪了。去吧去吧，你们几个对阿玉客气点儿。 可不许欺负他。世子，请你单独过来，就是想跟你说说婉婉的事情，有些话要问你。大哥，你大可不必这么见外，还是叫我阿玉吧，你以前都这么叫我的。哟，你倒是不见外啊，一口一个大哥的叫。谢谢四哥夸奖，都让你别叫我四哥了，你比我大那么多，心里没点数是吧？以后反正都是一家人了，我随婉婉叫有何不可呀、啊？行了，素云，你闭嘴。言归正传，还有世子。 也请你严肃点世子，你和婉婉的事情，江国公知道吗？知道了，已经和他说过了。那江国公同意你们的事情吗？嘴上没同意，但也不反对。我知道大哥你在担心什么，有关于咱们两家如今的门第和势力，我父亲也有同样的担忧，所以他并没有直接答应，而是说从长计议。但他这么说了，也就说明他心里是同意了的。为了避免圣上那边有意见，得再想想办法周全。 总之这事儿，大哥你不要操心。我江玉求娶婉婉，那这些事情就是江国公府该操心的事，不会影响苏家分毫的。江国公手握兵权，而我如今在吏部当职，明年吏部尚书便要告老还乡。咱们两家结亲，各中曲折，想必也不必我多言。若是执意联姻，圣上那边不会高兴，这对于两家而言是个不小的隐患。你和婉婉这么多年两情相悦，我们都是看着过来的。 感情的事情，平心而论，自己也做不了自己的主。做哥哥的只是希望他日后能平安顺遂、幸福美满。他对我们不仅仅只是家人那么简单。早些年因为一些误会，我们缺席了他十年的人生。从一开始，甚至没有做到一视同仁。可如果不是他，我不会这么快走到如今这一步。如果不是他，我爹娘不会像现在这般康健。如果不是他，或许我们几个兄弟…… 可能还没有找到人生真正的意义，他是我们苏家的福星。你们要在一起，我们不反对。相反，如果真的不行的话，我宁愿放弃现在拥有的一切，也要让他得偿所愿。你明白吗？说到一视同仁这个事儿，苏云惭愧的低下头。当年他看错人，用错心，因为某人的三言两语，对刚回来的苏婉横眉竖眼。江玉，我告诉你，虽然我打不过你，身份也没有你尊贵，但是你要敢辜负婉婉。 我就是不要这条命，我也得把她从你身边抢回来，然后藏起来。我不管你们有什么难处，你既然承诺了她，你就得做到。我不管，婉婉不仅仅是苏家的福星，同时也是我的福星。我承诺，婚后我不打算带着婉婉住在国公府，我已经把苏府旁边那所宅子买了下来，到时候开一道侧门出来，连通苏府，日后婉婉每天都能回家。我也和外祖父商量过了，风月山庄一半的产业全部落入婉婉名下。 各位哥哥们看如何呀？我知道伯父伯母舍不得婉婉，她是你们家唯一的女儿，还是最小的女儿，所以我早就做好了打算。正好我在京都亦是亲情淡薄，风月山庄的势力，二哥您最清楚。一半的产业划到婉婉名下，是我对她，也是对苏家的诚意。而且我也已经做好了准备，要是圣上不愿意，那我便主动放弃我世子的身份。这种身份于我而言如浮云，可有可无。 你们看，这样可行啊？住隔壁好啊！这个我双手双脚赞同。以后我们还是可以每天见到婉婉，有人欺负他也能第一时间到现场护犊子。世子说的轻巧，可以为了婉婉放弃世子的身份，可江国公却未必会答应。你是国公府唯一的嫡系子弟，他又怎么会同意你放弃这个身份呢？再者说，除非断绝关系，单只是放弃身份，在大家看来，你依旧是他的儿子。 倒是有些“此地无银三百两”的感觉。五哥，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，但请给我点时间，我一定可以完美解决这些问题，让监国公府和苏府都能安然无恙，不会影响到任何人，不会太久的。婉婉已经十八了，至今还未定下亲事，我怕别人议论她，坏了名声。希望世子说到做到，至少在今年过完之前，这件事情能得到解决吧？不用这么久。 此前我从战场归来，我拒绝了圣上封赏，特意讨来了一个恩赐，便是想到有这么一天，如今正好用上。我会找机会面圣的。前段时间朝中有几位大臣都明里暗里向我打听了婉婉婚配一事，似乎有意和我们苏家结亲。你可得抓紧时间了呀！都有谁啊？我们家婉婉居然这么受欢迎，不管是谁都配不上我们家婉婉。晚上大家围坐在一起给苏婉庆生，一桌子菜都是她爱吃的。 中间一个咕咚冒泡的火锅。苏老夫人，我以后可以经常来你们家里蹭饭吗？你们家的饭菜真的好好吃啊！没问题，郡主想什么时候来都行，我们随时欢迎你。谢谢老夫人。白天，江玉和几个哥哥把话说开了以后，大家似乎对他单独见苏婉并没有那么抗拒了，所以他回去之前还特意来见了苏婉。生辰快乐，送你的礼物喜欢吗？苏婉用力的点点头。 不愧是绝品，流传几代人的东西，真的好精致啊！我都怕不小心弄坏了。没事，弄坏了就找人修。那可不行，这可是你母亲留给你的东西。既然是你母亲留给你的，那我可得好好保管。你怎么知道是我母亲留下的？我猜的，不可以吗？可以，当然可以。想听什么曲子？我弹给你听。想听《凤求凰》。江玉就在旁边，用手撑着下巴，定定的看着他，越看越着迷。一曲毕。 苏婉看着江玉还在发呆，便主动在他唇上亲了一下。翌日上午，宫里突然来了人：“苏侍郎，皇上有旨，宣苏家五公子进宫面圣。皇上还特意交代了，不知五公子的婚宴图是否已经完成？如果已经完成，还请五公子带着婚宴图一起去面圣。”苏毅的机会来了。老五、哦，婚宴图画完了吗？已经画好了，随时可以走。 既然如此，那便请五公子沐浴更衣过后，带上婚宴图，随咱家一起进宫面圣吧。还请陆公公稍后，先到偏厅喝点茶，吃点点心吧。喜大普奔，五哥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很快，苏毅已经沐浴更衣完毕，他拿盒子装好了自己那幅刚刚完成的婚宴图，跟着陆公公出发了。苏晨今日去了城防营当差，在巡街。苏将军。 好巧啊，又碰见你了！见见过嘉诚郡主，的确好巧啊，的确是巧。短短几日，每天都能见到郡主，在下还有公务要忙，就先走了。你一个人在街上注意安全。嘉诚傻乎乎的看着他的背影笑，他让我注意安全，他这是在关心我的，对吧？他好体贴啊。 郡主，你这痴女的样子真的很难平啊！特意打扮的这么漂亮出来一趟，却为了偶遇苏将军，然后说几句话就走。苏毅顺利的进宫，跟随着陆公公来到了皇上的寝宫。草民参见皇上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起来说话吧。谢皇上，朕听大学士说你在丹青上的造诣极高，天赋异禀。 你给沈夫人画的画像我看过了，的确惊艳。这次召你进宫，便是想让你给朕和皇后以及后宫众妃嫔重新画一幅朝向收录。你可愿意啊？回皇上的话，草民愿意。看你的样子还有点跃跃欲试呢，想必是对自己的实力很是自信嘛。皇上愿意给草民一个机会，草民自当好好把握。人这一生的机会不多，既然遇上了，便要牢牢抓在手上。好，说得好啊。 朕还听说苏侍郎大婚当日，你现场做下一幅婚宴图，带上了吗？不知朕可否有幸欣赏一番呢？画在陆公公手上，当着圣上的面把画打开。哈哈哈！好啊，好啊！这幅婚宴图画的太好了。我们晋国不缺少夜宴图，但也极少有能画出精髓的。这幅婚宴图，不就恰恰说明了我晋国有多么繁荣昌盛、国泰民安吗？苏毅，你很不错。 圣上谬赞了，你当得起，不必自谦。只是这一处院落中，芙蓉花盛开，还独独只有一位少女。这个季节还不到芙蓉盛开的季节，可是有何利益呀、啊？回皇上的话，这一处荡秋千的紫衣少女，便是草民的妹妹，也就是宣乐郡主。她向来酷爱芙蓉，但是要画她独自一人在院落中，便太过低调。思来想去，便加上了盛开的芙蓉。 本是想着记录下兄长大婚的盛况，来日也给子孙后代看看。就想着给小妹一点独特之处，才由此构思。看得出来，你们苏家的兄弟都很疼宣乐郡主。郡主心怀大义，也的确当得起你们这份偏爱。只是你这幅婚宴图，今日怕是带不回去了。莫慌，莫慌。朕是想说，这幅婚宴图能否送给朕？朕想把它留在皇宫里，日后流传千古。 也叫后人看看我大晋朝的婚俗人情繁荣昌盛，当然可以。皇上您看得起草民，是草民三生有幸。你自号无恙居士是吧？这名字可有何由来啊？于是苏毅便向他解释了自己自称无恙居士这个名字的由来和深意。之后，他叫陆公公把婚宴图铺在了桌子上，然后找来了印章，在苏毅无恙居士的落款之下盖上了黄印。 这幅画的价值因此又再上了一个高度。小鹿子传朕口谕，让尚宫局那边加急给无恙居士做一块印章出来，然后再做一块匾额送去苏府。你找人去如意馆收拾一间偏殿出来，给无恙居士暂住。接下来一段时间，无恙居士需要给朕以及后宫众嫔妃画朝向，务必多安排几个人手伺候朕。谢皇上隆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 起来吧，无需多礼。苏毅很快便搬到了如意馆。晚些时候，他派人回苏府传话，说是无恙居士要在宫中小住一段时间，给皇上还有皇后娘娘他们做朝向。之后几天，便是给各位娘娘们作画，从陈贵妃开始，每画一个娘娘便需要一天的时间。 圣旨！苏翊人还没有回来，宫里面定制的烫金漆的匾额已经送到了苏府。无恙居士四个大字是圣上亲自题写的。五皇送来的时候，<岁>苏家人一起出来接。万万我的小幺儿子真是不得了了，成为大儒了。娘，四哥也很厉害的，他把城楼打理得多好啊！现在还没有开业，已经好多人来问了。等到时候城楼一开业，那火爆程度可想而知啊！ 婉呢，还是你好，没白疼你。啊。你们呀，尤其是你三哥，多大了还不想着成家，就天天泡在他那个城防营的男人堆里，哪有姑娘会看上他呀？庆礼，你改明也在京都帮你三弟留意留意，有哪家适龄的小姐，给你三弟安排一下。门第什么的，咱们家不看重，主要是人品好，心好就行。好的，母亲，我会多多留意的。 三弟为人敦厚温和，神爷长得俊朗挺拔，又是战场上下来的大将军，想要嫁给他的姑娘多的是，但还得看他自己喜欢才行。午后，苏婉去见秋娘，怎么样？这次合你胃口了吗？要是还能再酸点就好了。他很快察觉到有几道视线在看着他们，发现来的人是苏姑娘，郡主来了，东家来了，快坐，酸杏干和酸梅饼吃不吃？你这是。 有了，快一个月了，最近害喜害得厉害，速度挺快呀、啊。风影，这才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吧？话说，东家，你和世子的喜酒什么时候能喝上？快了，快了，应该是快了的。不出意外，最晚也是明年嘛。来了京都这么久了，可算是见到你了。你都不知道京都冰激堂的生意有多好。你别说，天子脚下就是繁华，来来往往啊，就没几个穷的。 我今天来见你啊，是要给你一个新的配方，我二哥最近才研制出来的方子。你看看，秋娘拿起这盒敷脸的绿色的膏体，闻了闻，这个叫什么名字？还没起呢，这是治疗脸上痤疮的，要是没有的话，也有养颜的效果。名字你看着取吧，价格别定太贵了，要足够亲民。既然是小神医研制的，那必定是好东西。我如今身子不便，许多事情可能没法亲力亲为了。 不过我手底下的人都是能信得过的，跟着我做事儿也有许多年了。你看着办吧，我现在这身份更加不方便走动呢。不过我相信你，这次来也没给你带什么补品，改明儿我叫刘云给你送点过来。行，那我可就不和你客气了，我这就走了，不打扰你们二人世界了。有事就联系刘云，你好好养着吧。四哥的城楼即将开业。 他带着苏婉过来看，怎么样？京都的城楼是不是比香州的城楼大气多了？京都寸土寸金，做酒楼的都互相攀比着呢，就看谁更能下血本装修了。大家都是冲着环境好、味道好、服务好来的。还好有你给我出主意，才能让城楼在这么多同行里面脱颖而出。做生意啊，还是你有头脑。味道才是最重要的，其次都是其次。所以说，四哥，你还是最有功劳的那个。 要是菜不好吃，你搞得再花里胡哨那都没用。所以相信自己啦，你才是对城楼付出心血最多的。城楼后天开业的消息你放出去没有啊？放了，放了，还在城门口贴了告示呢。我求了三哥，他好久才同意我贴的。两兄妹回到家里，五哥今天还是没回来。不过大哥带了个消息：六月初一皇家围猎，咱们家有帖子。婉婉，你作为郡主是要参加的。我和你三哥都去，可以带家眷。 到时候你嫂嫂陪你一起。好，我准备一下，我帮你准备吧。谢谢大嫂，你老是这样，我都要怀疑我是个三岁小孩了。我们是一家人，你客气什么？再说了，你本来就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孩子，我们不宠着你，谁宠着你？郡主，嘉诚来了，说是给您送了几套骑马服。走吧，我们去见嘉嘉。哇，好漂亮啊！ 我觉得你肯定比我更适合这个颜色，不过我怕你穿着不合适，所以是直接在成衣铺子里买的。你快试试，要是不合适还能去换。刘莹，我还有一盒没有开封的冰肌玉骨膏，你去拿过来送给嘉诚郡主吧。是不是那个新开的冰激糖的招牌养颜膏是吗？我听说了，前段时间我哥哥给我买了一盒，刚好快用完了。是的，我那里刚好有，但一时之间不知道回你什么礼，你可别嫌弃啊。 不嫌弃，不嫌弃。后花园里面，苏晨正在练刀。佳佳，我问你一句话，你问吧，我一定知无不言。佳佳，老实说，你是不是对我三哥有意思？什么有意思啊？才不是有意思。 而是我心悦他，婉婉，明人不说暗话，我看上你三哥了，想嫁给他。不过你三哥似乎不懂我的心意，像你说的那样，是块木头。我都表现的那么明显了，他还是不为所动。你说我每天都等在街上，各种和他偶遇，他居然每次都觉得是巧合。你说他是真的不懂，还是在委婉的拒绝我？我觉得前者可能性更大吧，他是真的不懂。从他们这个角度。 刚好能看见三哥练武，那套剑耍的行云流水，地上的落叶都被劲风卷了起来。苏晨练完了剑，真是太精彩了！苏将军，你真的好厉害啊！郡主谬赞了，参见郡主。等等，我好像有个东西落在前厅了，我去找一下。三哥，你帮我照看一下佳佳啊，我去去就来。佳佳非常欣慰，好姐妹也太上道了吧！苏将军剥的荔枝好甜哦。 苏婉躲在暗处偷看，会还是家家会呀、啊？这么会撩，不要命了！三哥这个闷葫芦算是迎来春天了。现在苏意多少也是个官儿了。下个月围猎，圣上让我也跟着去，帮着画一些值得记录的场面。圣上说了可以带家属。我想着咱们家去了这么多人，要不二哥也一起去吧？我跟着去干嘛？我对这些又不感兴趣。听苏沐拒绝，孙灵儿的心都凉了半截。二哥，你是学医的。 咱们家一下子去了五个人，这种大型围猎场里面肯定有不少的凶猛野兽，而且人多混杂，要是谁不小心磕着碰着了，到时候身边有个会医术的人也方便些。据我所知，太医院的太医只安排了八名，可围猎场那么多人，要是受伤的人多了，怕是都忙不过来呢。我和大哥倒是无所谓，可是大嫂和婉婉也在呢。二哥，你就跟着去吧，左不过半个月就能回来。行吧？ 那就一起去吧。那我可以和你一起去吗？大哥带大嫂，五哥带你，那我算婉婉带的。你想去就去喽。婉婉 <laughs>，我也能和你一起去了。到时候咱们住在一起好不好？好。现在京都的人都在等着城楼开业，剪彩仪式，苏家人都没有露面，只有苏云一个人露面挑大梁。慕容生带着顾月还有六皇子出现在城楼。苏老板，恭贺开业大吉。 见过五皇子殿下，六皇子殿下，见过怀民县主，苏老板无需多礼。这是我们准备的贺礼，还请笑纳。四哥，恭喜你开业大吉！多谢怀民县主。接着便是萧王府的人来了。嘉诚一手挽着父王，一手挽着母妃。最后便是江月来了，他和慕容怀一起来的。最近皇上下达了一个任务，任命五皇子慕容升和七皇子慕容怀查贪污一案，是要把朝廷的蛀虫全部都揪出来。 这也是圣上的一种考验，谁能早日完成任务，说不定就能离储君之位更加近一步。见过七皇子殿下，郡主无需多礼。你这是要去？哦，我去嘉诚郡主那里打个招呼，你们先进去坐吧，一会儿我再过来。本王现在算是知道你为什么成天往人家宣乐郡主家里跑了，原来是嫌弃自己饭菜不好吃啊？才没有呢，我是因为想和婉婉一起玩而已。没规矩。 怎么能直呼宣乐郡主小名呢、啊？你在人家家里也是这般没规矩。苏家人都很和善的，他们才不注重这些规矩呢。底下人都已经来打过不止一次报告了。他要是这还看不出来女儿的意图，那他这辈子算是白活了。苏将军给他当女婿还是可以的，人品相貌都很不错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他还是十分赞成的。苏婉来和嘉诚他们打过招呼就离开了。出来以后。 迎面又撞上顾月，怀民县主吗？这不是？你也来城楼吃饭了？见过郡主，县主免礼。我还有别的事情，你自便吧。五皇子马上就要选皇子妃了，他说了会选我当皇子妃，是吗？那可就恭喜县主了，我等着喝你喜酒哦。谢谢，也祝你早日得偿所愿。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五皇子妃又怎么了？你当上了再嘚瑟不行吗？ 城楼第一天开业的反响真的很不错，城楼在京都真的火了，火爆了天的那种。自从在城楼和江玉匆匆的见过一面，往后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再没见到他，说是他跟着慕容怀去隔壁州府办事去了，贪污的事儿。但这件事丝毫不会影响到皇家围猎的顺利进行。在出发前一天，皇子们也都各归各位，苏家人已经准备好了，第二天跟随队伍一起去围猎场。到了傍晚的时候才到。 苏婉和孙灵儿住在一起，苏景自然是和沈清离、二哥和五哥一起住，三哥则是住在圣上那边的营帐，方便随时保护圣驾。哇，今天算是长见识了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盛大的场合，果然是皇家威仪，这泼天的富贵啊！婉婉，你说这一场搞下来得花不少银子吧？我也不知道，但这是皇家传统。 硬着头皮也要办的。对了，明天你要不要和他们一起去打猎呀、啊？我哪会打猎啊，猎物打我还差不多。不过我和佳佳约好了，等他从围场出来，我们三个就骑小马去玩。围场都是划分了区域的，咱们可以去撵狍子和兔子玩。撵狍子听起来很不错的样子。 第一天晚上，大家休息的都很不错。第二天一早，也都起来了。他们要去的是大型猎物的围场。今日看谁猎的猎物最多，朕重重有赏。出发。苏婉刚刚回到帐篷里面，发现孙灵儿正百无聊赖地坐在那里。婉婉，你终于回来了，这不是回来陪你了？咱们先耐心等着，下午就能出去玩了。参见宣乐郡主，不必多礼。不知贵妃娘娘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找我？没什么事。 就是娘娘刚刚注意到您在席上看起来无精打采的，又早早的退席了，所以派奴婢来问问您是不是胃口不好。要是不舒服的话，就找人去告诉他，娘娘好让太医过来帮您看看。围场的人太多了，太医却只有那几个。要是通过咱们去请太医，能第一时间帮您看看，不耽误。我没事，只是早上起得太早了，精神有点不好而已。劳烦贵妃娘娘费心了。 请姑姑替我谢谢他。您没事就好，奴婢也好回去复命了。老姑姑特意跑这一趟，辛苦了。婉婉，没想到你和陈贵妃还这么熟呢。她还特意找人来关照你，可能是因为七皇子殿下和三哥关系好，所以就特意关注了我一下吧。队伍在中午之前回来了，收获满满。据说今天打猎最多的是五皇子慕容生，还有江国公世子嘉诚，今天也非常不错。 江玉带着阿南穿过人群，向着苏婉走来。突然，一抹红色的身影出现，挡住了两人的视线。不知道是哪家贵女，也穿着一身深红色的骑马服。是谁啊？好像是顺德侯府的嫡女钟离儿。听见这个名字，苏婉可不陌生。之前出自顾月的嘴里，那个传言江国公看上的儿媳妇。苏婉抱着胳膊嗤了一声，然后转身走了。没走几步。 正好撞上沈清离来寻他，而钟离儿还在那叭叭个没完。他明显的腾起了一股不耐烦的情绪，不再管他，直接转身去追苏婉了。对不起啊，文文，这一天下来，事情真的太多了，什么场合我都不能随便缺席，没有好好陪你，你可别生气。大嫂，我都追到的，你和我道歉做什么？我还以为我是什么柔弱不能自理的小姑娘呢。 话虽如此，但是你是我们家最小的姑娘啊，我们不宠着你，宠着谁？婉婉、啊，等等我们，等等我们。等到江玉过来的时候，人都已经不见了。他无奈的扶额，直接带着阿南去了苏婉的营帐那边。苏景和苏毅回来见过苏婉他们以后，又匆匆的办嫁去了。苏景他们才刚刚走出去没多久，就迎面遇上了江玉。大哥，五哥，来找婉婉的吧。 他和姐妹们在帐篷里喝茶呢。这是什么狐狸吗？是我在围场的时候看见的，设计活捉了，打算送给婉婉。你有心了，但我们还要去半价，就先走了。苏婉听说江玉在外面说要见他，那婉婉，我们先走了，一会儿再来找你。咱们下午骑小马去玩。苏婉背对着门，听到他脚步声越来越近，就是不回头看他。苏婉自然一眼就看到了笼子里的小狐狸。 瞬间眼神一亮，今天在围场看见的，我猜你肯定喜欢，所以就给你抓来了。你说人家在山里活得好好的，你非得给人逮过来干嘛呀？我听说你很喜欢嘉诚郡主的波斯猫，但是那是番邦进贡的，去找起来比较麻烦。我看这只小白狐挺漂亮的，就想抓来给你解解闷儿。江玉，这在野外长大的动物，它已经习惯了野外的生活，它是有本能的。 要保护自己，所以对人亮出了自己的爪子。和家养的猫可不一样，很难驯服的。过会儿你还是把它重新放回野外吧。你看它多不习惯啊，一直瑟瑟发抖，一点都不可爱。佳佳说了，很快它的猫咪就要生了，到时候送自己两只。他连猫窝都准备好了，还是小猫比较适合养在宅院里面。嗯，听你的，一会儿我就去把它放了。但愿你是真的会放了。哼，<laughs> 你笑什么？很好笑吗？ 直接一把把她抱进了怀里，吃醋了这是啊？顺德侯府的嫡女很喜欢狐狸，家里也圈养了几只，但刚好没有白色的。她看见我抓到了一只，就想让我忍痛割爱，但是我严厉的拒绝了，因为这是我送你的，哪怕你不喜欢，我也不会送给别人。可我记得你爹好像是想让他当自己的儿媳妇来着。是谁乱嚼舌根啊？我和他什么都没有，甚至他长什么样我都没印象，此前也没有接触过。 虽然老头之前是有这个想法，但是我说了咱俩的事情之后，他已经打消了这个念头了。这么久没见了，想我吗？苏婉点了点头。算起来大半个月没见了。最近忙着帮慕容怀查贪污案，所以没空来找你。别生气好吗？江玉支持了慕容怀，那对慕容生来说可是一个大难题。你为什么会帮慕容怀啊？第一，慕容怀是有那个才能的，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。第二。 慕容怀是个很重感情的人，很仗义。他这种人来日上位，至少不会卸磨杀驴。第三，他很聪明，在人际关系上表现的很松弛，和他相处起来让人觉得很轻松愉快。第四，如果我支持他做到那个位置上，以后对我们苏江两家来说是很有利的，至少他不会拿我们俩的事情做文章。总而言之，一句话，他是个正人君子，我喜欢和坦坦荡荡的人打交道。 第一次听见你对一个人的评价这么高哦，好不容易才见到你，不说别人好吗？每次他吻自己的时候，苏婉都能感受到自己的一颗心在剧烈的跳动着。江玉怕自己控制不住，在离开了他的唇以后，重新拥他入怀。 你快要把我抱的窒息了，婉婉，我打算就趁这一次机会请示圣上，让他给我们俩赐婚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啊，这么突然的吗？可是围场有很多人，你打算怎么说？啊？就是要人多才好。总之，这事你交给我，我们男未婚女未嫁，我向圣上请旨赐婚，名正言顺。而且这一次不说，以后很难再找到机会了。勇还是你勇。 你要说的时候，能不能提前和我打个招呼啊？我先找个地方躲起来，不然我会尴尬死。好，提前告诉你。之后，苏婉告诉江玉要和嘉诚他们骑小马玩，他说他也要跟着一起去，反正接下来也没什么事儿，他干脆和苏木一起在后面搭个伴，顺道保护他们。苏婉还有嘉诚以及孙灵儿骑着各自的小白马，三个人一起进了林子里。 江玉和苏木陪在后面，苏婉和江玉找了个地方，把小狐狸给放了。你说你，人家才几个月，就差点被迫出来打工了，还好我心地善良，就当是积德了。但愿他能运气好点儿，千万别又让人看见了啊！那里有只兔子，这么追你怎么抓得到啊？晚上想不想吃烤兔子呀、啊？苏婉点点头，还有点激动，咻的一声，直接射到了兔子的腿上。婉婉和狮子真的很般配哎。 孙灵儿赞成的点点头，她是会弓箭的。看见一只兔子，她直接拉弓射了出去，居然射中了！哇，灵儿你好厉害！你也会弓箭啊？我和爷爷从小在外游历，外面的世界五花八门的，什么人都有，所以我也学了一点防身之术，但是都是三脚猫的功夫，上不得台面。我也和你一样，三脚猫的功夫。我父王说我天天像个假小子似的。 喜欢这些打打杀杀的东西，结果自己又没有弄出什么名堂来。哎，灵儿，要不我们比赛打猎吧，看谁打的比较多。彩头的话回去再商量，不过就只是单纯的比赛，不影响感情的那种，好不好？好啊，那我们点到为止即可，就在这附近就好，千万别走远了，好不好？安全第一。于是两人开始比赛打猎，在附近跑了起来。慢点，别受伤了。等等我。苏木跟着孙灵儿走了，只有佳佳。 王府安排的两个侍卫不远不近的跟着嘉诚打兔子，打着打着，看见一只梅花鹿从眼前跑过去，一瞬间他就兴奋起来，驱马便赶了过去。郡主呢、呃？不知道啊，刚刚还在呢。两个侍卫慌了神儿，兵分两路去找。与此同时，苏晨这边正在围场巡视，底下的士兵来报，将军。 刚刚有贵女在围场骑马，说是看见有老虎的身影，一个个都吓坏了。张统领那边要护驾，他让您带人去排查驱赶一下。要是真的有老虎，能射杀直接射杀，驱赶都不用。嘉诚追了那只梅花鹿那么久，眼看着就要抓到了，结果一只老虎突然窜了出来，直接扑倒了受伤的梅花鹿。嘉诚胆子再大，也是第一次碰见老虎这样的大型野兽。老虎向他走来，做出要扑上来的姿势。 他连忙调转小马跑路，嘉诚眼看着控制不住了，吓得哭了起来，死死的拽着马绳。老虎越来越近，眼看着就要扑上来了，小马也吓坏了，一顿乱甩，他被甩到了地上。嘉诚的脚很疼，但他还是奋力的爬了起来，向着前面跑。苏婉这边也终于发现嘉诚人不见了，而嘉诚这边脚实在是太疼了，走了一会儿，无力的倒在地上。嘉诚哭得很无助，靠着大树。 直到苏晨出现，嘉诚原本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了。苏晨连续又射出了好几箭，直接把老虎逼退了几步。苏晨已经把弓箭给扔到了地上，抽出了自己腰侧的佩剑，利用自己的轻功把他耍得团团转。不知不觉，老虎的身上多了好多处伤口，眼睛也瞎了一只。最终，苏晨骑在了老虎身上，一箭贯穿了他的喉咙。 嘉诚看着他一步步的走近，心跳已经快要跳出嗓子眼了。这男人要是得不到，死了都不会瞑目。郡主，你还好吗？哪里受伤了？吓死我了！我差点以为就要死了。 郡主，没事了，别哭了。苏晨，我腿好像断了，我以后要当瘸子了。<laughs> 不会的，郡主，我二哥是孙神医的徒弟，他会治好你的。我送你去找他。你不抱我起来，我怎么去看大夫？那郡主得罪了。嘉诚在他怀里看起来好小的一只，把他抱得马上坐好，他再从后面上来，带着他一起去找苏木。 萧王爷那边已经急得团团转了。苏婉这边，江玉也已经派人去找了。不过很快，王爷便收到消息，说是郡主遇到老虎了，受了伤，但幸好被苏将军救了，此刻送去小神医那里了。这会儿他们才知道，苏沐原来就是传说中的小神医。苏晨抱着嘉诚下马的时候，嘉诚突然搂着他的脖子，在他的唇角轻轻的吻了一下。还是苏婉和孙灵儿跑了出来，看见脏脏包嘉诚被三哥抱着。 吓了一跳，这是怎么了？二哥在吗？郡主的腿受伤了。在的，他一直都在。快进来！萧王爷一家子风风火火的就来了。苏将军、宣乐郡主，呃，嘉诚如何了？不用多礼了，快告诉我，我那宝贝疙瘩怎么样了？王爷、王妃，郡主的腿因为从马上滚落下来，造成了骨折，但是已经紧急处理过了，上了夹板，不过不严重，身上还有些擦伤。等我帮他处理一下，各位再进来吧。至于他的腿。 接下来只需要好好的休息几个月，会慢慢好起来的。没一会儿，苏木出来了。您就是孙北斗大师那位亲传弟子，人称小神医的那位，是我。不过小神医还不敢当。呃、啊，不不不，你救了一方百姓，当得起小神医的尊名。今日多谢苏将军救了我家郡主，感激不尽。多谢苏神医帮我妹妹看腿。 世子客气了，应该的。该的看来今日真是多亏苏将军发现的及时了，否则追悔莫及。世子妃拍了拍胸口，有些后怕。是啊，你这皮红真是不让人省心。要是出了事儿，你可让母妃怎么办呀？这次看你长不长记性，以后还皮不皮了？对不起，母妃，让您担心了。 以后再也不敢了，王爷。我想着嘉诚受了伤，咱们俩带他先回京养着吧，让世子和世子妃留下就行。我不要回去，我想继续留在这里。最后，在他软磨硬泡之下，还是留了下来。很快，嘉诚遇到老虎，差点丧命，被苏晨救下一事很快就传遍了。圣上和皇后安排太医来看，却得知小神医在围场，此人正是苏家二子。 一时间，苏婉这边的营长门庭若市，都是差人过来问小神医能不能出诊的。而挑起这波热潮的当事人苏木。正坐在躺椅上。你倒是淡定，这么多人想挤破脑袋找你看病呢，我的小神医大人。我说了，非疑难杂症不看，一些寻常大夫能看的，不是还有那么多太医吗？叫他们找太医看去。好吧。 孙灵儿也认可的点点头。二哥，大事不好了！你现在不去也得去了。怎么了，婉婉？怎么急成这样、啊？二哥，外面来了皇上的人，说是陈贵妃那边长脚痛晕倒了，太医用了药也缓解不了，十分严重。正好你在这里，皇上请你过去帮贵妃看看。长脚痛什么症状？小神医，我们家贵妃娘娘这是老毛病了，每每疼起来便是要命一般，用药也只能缓解一段时日。 下次什么时候再发作，根本预料不到。今日恰逢小神医在此，还请小神医救救我们家娘娘吧。听你这描述，不像是肠绞痛，倒像是肠痈。走吧，我随你们去看看。苏沐来到陈贵妃住处的时候，皇上、皇后以及淑妃娘娘都在，还有七皇子和其他的皇子们也在。小神医，你可算来了，我母妃便拜托你了。七皇子殿下，先别急。 草民先看过贵妃的情况，再下定论。稍安勿躁，小神医免礼，先看贵妃吧。贵妃在里面疼得嘤咛着。禀皇上，帐内不宜有这么多人在里面守着，空气不流通，对病人不好。皇上，您可以留下来陪陪贵妃娘娘，其他主子们，还请出去稍候吧。皇上点点头，挥手让皇后带着人退下，只余下他和贴身的太监陆公公在里面，还有两个宫女仔细地看了看脉象，但却是皱了皱眉头。 在屋子里扫视了一眼，最后眼神落在那挂在床头上的香囊上，直接隔着衣裳开始扎针。六针下去，陈贵妃顿时感觉疼痛缓解了不少。这小神医果然是小神医，蒙眼扎针，一句废话都没有，还真真到位。拿纸笔来，我写个药方。按照这个药方，让太医去配药即可。院判看了药方以后，里面的几味药他们并不理解，这几味药和这个肠绞痛似乎并没有什么关系。 在配药之前，我想请教一下小神医，这药方中有几味药我不是很明白。小神医不是写好了药方吗？照着开就行，有什么不会的？皇上，我正好有点事情要交代给他。你有什么不懂的就直接问小神医吧。刚刚小神医一出手啊，贵妃这会儿已经好了许多了。小神医，上面有几味药材我不是很明白，为什么要加上去？ 能否替我答疑解惑一下？因为这几味药材似乎是解毒用的。周院判，陈贵妃中毒了，不过量特别少，很难查出来。但是还好发现的及时，所以这几味药确实用作解毒的。贵妃中了什么毒啊？回皇上的话，贵妃娘娘中了一种名曰满月的毒。刚刚我观娘娘的手相，她的手腕上方有些许浮肿。 眼神浑浊，指甲盖上面出现了白色的斑块。这种现象虽属于正常的现象，可是每个手指甲都有的话，那就要引起重视了。还有，我刚刚在这床帐上面挂着的安神香囊里面，闻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东西。苏木直接去把那个香囊扯了下来，然后打开，把里面的那些香料全部一次性的倒在了桌上。 这个就叫满月，它闻起来和这个香包的味道很像吧，但是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。不信你闻一闻。小神医，满月是什么毒性啊？回皇上的话，满月此毒并不致命，它是让人长胖的药，长期吸入此药会让身体逐渐变得浮肿，极其影响容貌，就像是长胖了几十斤一样。虽不杀人，但诛心。 想要达到此效果，只需半个月即可。但明显，贵妃娘娘才刚刚吸入不久，只是略微的有些浮肿而已，吃几副药就没事了。所以我才会在药方中加入这几味药。周院判现在可明白了？还有周院判，贵妃娘娘这是得的肠痈和肠绞痛，还是有不同的。我一会儿把针灸的方式交给你，下次娘娘再复发的话，就这么给她扎就行。 周院判认认真真的听着学着，一点儿也不敢有遗漏。今天晚上真的学到了很多呀！他这一波秀下来，简直赚足了眼球和话题。小神医的名号果然名不虚传。苏晨打死老虎这件事儿已经传到了皇上的耳朵里面。苏婉和孙灵儿陪着佳佳聊天的时候，苏晨突然来了，手里捧着一堆的野果子。郡主，刚刚苏将军来了，给您送来了野果子，你快看。那苏将军呢？你怎么不请他进来？ 回郡主的话，苏将军说了，他还得当值，就不进来了。好吧。哟，三哥，什么时候这么贴心了？还会摘果子，特意送姑娘了。灵儿姐，你见过三哥这个样子吗？没见过，没见过。苏晨不是一直以来都性子闷闷的，除了咱们这些家里人，还没有见他对哪个姑娘这么上心过呢。是啊，佳佳，你和我三哥是不是发生了点什么咱们不知道的事情啊？ 还是不是好姐妹了？这都瞒着，好啊！一个人吃也不说分一点给我们，你个小白眼狼，我们也要。嗯，不要不要，这是苏将军给我的，你们想吃叫小神一和江世子去采去，或者说我这里你们看上的什么都拿走，这个不可以。哟哟哟，这是苏将军给我的。好了好了，告诉你们还不行。 不许笑话我了！昨天不是差点命丧虎口吗？幸好苏将军救了我。等我回来的时候，我一时间没忍住亲了他。亲哪儿了？嘉诚指了指自己的嘴角。还没等到苏婉和孙灵儿沸腾，一道瓷器落地的声音传来，居然是王妃和世子妃。完了完了，母妃非得打死我不可！嘉诚，你糊涂啊！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宣乐郡主，要不你晚上再来吧。 我有点事儿要和嘉诚处理一下，那王妃你们先聊，我们就先走了。佳佳，那你要照顾好自己哦，晚上再来看你，给你带好吃的。哎哎哎，别走啊，别走！所谓好姐妹在心中，有事儿电话打不通，说的就是这种。回京以后，请苏将军和苏侍郎来一趟王府吧。要是苏将军那边没意见的话，本王就去请示皇兄赐婚。母妃，我看苏家倒的确是良配。 家里的兄弟们个个都有出息，宣乐郡主又和嘉诚要好，大夫人也是名门闺秀，嘉诚要是嫁过去，应该会过得不错。儿媳见那苏老夫人也是个和善的，之后应该不用担心有什么不和。下午的时候，小神医，多亏你发现的及时，不然太医院那些个无能之辈根本查不出来我母亲中毒的事。 要是等到半个月之后，怕是已经为时已晚。我母妃身体不适，不能亲自过来向你道谢，我代她谢过小神医了。七皇子殿下客气了，不过当时情况紧急，并非是他们无能，只是我恰好嗅觉比寻常人灵敏几分，自然能分辨出一般人闻不到的气味而已。小神医真是谦虚，您光凭把脉就能知道哪里不对劲儿，已经比他们厉害太多了，又何须自谦呢？ 晚上有篝火晚会，您一定要过来参加。届时我定要好好敬您几杯，一定。那晚上不见不散。慕容怀还有点事儿，就和江玉先离开了。他们这边前脚刚走不久，后脚苏景就回来了，身后居然还跟着苏云。他此刻带着一票人，还有一堆的东西，像个傲娇的公鸡一样，昂首挺胸的走在大哥的身后。昨晚不是半夜被皇上传召了吗？因为咱们送了几盘子烤肉过去，圣上吃了以后觉得特别好。 便询问我是用什么做的，我说是苏云自己的独门配料调制的。圣上便连夜找人回了京都，把老四请了过来，让他带上人还有秘制调料，负责今天晚上的篝火晚会。圣上让他按照自己那套法子弄烤肉，人手不够的话，私膳房的人他随便差遣就行。看见没有？看见没有？我这就叫实力不允许我低调。四哥，你好厉害哦！我告诉你们啊，我今天可是有备而来的。 把那几位大贵人给哄开心了，我的城楼又能趁机火一波。你的城楼还不够火呀？现在京都请客吃饭都是在城楼，而且京都就这么多人，基本上都知道了。你还想有多火？火是挺火的，可是这口碑还没有完全稳定下来啊。你们想想，我如今都已经亲自给当今圣上还有皇后娘娘做吃的了。 这不是刚好说明咱们城楼是有真本事的？到时候啊，大家都知道我给当今皇上烤过肉了，一个个肯定都更加相信皇上的判断，不是？他稍事休息以后，往围场固定做饭的那个地方去了。入夜，皇上营帐那边的大草坪已经布置出来了。江国公和江玉终于来了，主要是江玉，他今晚没戴面具，而是露脸出现的。那是江世子吗？原来他真的这么好看啊，是吧？我没骗你吧？ 江世子的容貌可是一等一的好颜色，这哪是一等一啊？这简直就是谪仙下凡呢、啊！江国公顺着江玉书的地方看过去，看见一个容貌清丽的少女，心想：你小子这一点和我倒是像，你母亲笑起来也很好看，是那种让人看了就忘不掉的笑。这句话倒是没说错，你今天哪根筋不对呀、啊？居然舍得把你那个破面具扔了！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那张脸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呢，不也就这样？不过以江国公对儿子的了解，他有种直觉，这小子没憋好屁。皇上驾很快，皇上和皇后来了。喂，昨天晚上因为一些别的原因，篝火晚会推迟到了今天。为了补偿一下诸位，朕今天晚上带你们吃点有意思的小鹿子，吩咐下去，可以开始了。 众人开始把家伙抬上来，现场烤肉。今天的烤肉统一由京都城楼的苏老板负责，想必你们对苏老板应该不陌生。昨天晚上，朕也是吃到了一些独特的吃法，觉得很不错。找苏侍郎打听了一下，原来是城楼的创意，所以朕想让你们也试试。今儿个晚上都敞开了吃，这样的机会一年只有一次哦。苏老板啊，今儿个晚上怎么吃，你可得教教大家呀。 烤肉端上去以后，旁边放着包着吃的菜叶子。皇上，这烤肉虽然好吃，但是很油腻，口味也重，烟熏气太重了，要少吃些的好。还有这酸梅汤，虽一时之间喝着很舒畅，但是太凉了，少饮为妙。皇后啊，这围猎一年一度，又不是天天都有，难得君臣之间能有这样的机会。 把酒作乐，何必说这些啊？开心就好。皇上，老祖宗的规矩，臣妾也是为您的龙体着想啊。老祖宗的规矩在宫里守守也就行了，出来了还总是念叨着这些个规矩。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皇后，你何必如此守旧啊？你要是不喜欢，那就早些回去休息吧。舞娘们穿着异域风情的服装，在草坪正中央临时搭建的台上翩翩起舞。苏侍郎啊！ 臣在，赏苏家的兄弟个个有赏。朕想想啊，老大是状元郎，替朕修好了宣河，治理了水患，造福一方百姓；老二是神医单传弟子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医术卓绝，一出手便解了陈贵妃的毒；老三是朕的骁骑将军，年纪轻轻能屈能伸，身陷敌营也不胆怯。 还能助江国公里应外合打了胜仗，后生可畏。老四敢想敢做，今儿个你们吃的这些美食，那可是人家一手研制出来的独门秘方。老五天赋异禀，丹青妙绝，一幅婚宴图值得流传千古。好啊，好啊，你们苏家人个个都是好样的。哦，啊对了，还有咱们的宣乐郡主心怀大义，你们都说说看，值不值得赏啊？ 皇上，臣认为当赏他们，只要让皇上高兴了，那就该赏啊！父皇，苏侍郎的四个兄弟，包括宣乐郡主在内，都为了咱们晋国做出了贡献。他们有能力、有才华，都是我大晋国的杰出之辈，在各自的领域闪闪发光，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。而臣觉得本就该赏，但是赵尚书这说法可不是这么说的。本皇子听着总有些夹枪带棒的感觉，莫不是苏侍郎哪里得罪你了？ 还有，之前我一直管你要的一些文书，你什么时候给我呀？你要是太闲的话，不如早日整理好给我送来。赵尚书和慕容生交好，查贪污就不能越过户部这个机关，毕竟户部掌管着天下钱粮，光是这户部就有数不清的米虫。为了阻止他查案的进度，户部尚书这边一些资料迟迟卡着不给。赵真，这一趟本是出来打猎散心的，朕也不想多说国事。 但是贪污一案非同小可，朕既然把这事儿交给了两位皇子，你就该同等看待。明天你就回京去，好好把文书整理好，一式两份，等朕回去以后会检查的。还有各部也是，好好配合五皇子和七皇子查案，不得有误。朕说了，三个月后要看到成果。闻言，纷纷站出来。 臣等谨遵陛下旨意。行了，今夜不谈国事，有事明天再说吧。大家继续。皇上看向苏云，直接下令封赏了一些赏赐，还夸赞了他几句。就算完了，慕容怀却还嫌不够。父皇，围猎结束以后便是母妃的生辰，她往年也不爱操办，只和几位娘娘们聚聚。今年儿臣想着母妃受了惊吓，身子又不好。 不如给他好好操办一场，添添喜气。到时候，我想请苏老板进宫，给母妃安排一场寿宴，请各位夫人、千金们进宫，一同热闹一下。父皇觉得如何？嗯，你这个提议不错，可行啊。这样吧，问问苏老板愿不愿意。朕准了，苏老板怎么样？能不能赏个脸呢？七皇子殿下言重了，能为贵妃娘娘操办生辰宴，是草民的荣幸啊。